《明珠耀天山》这个作品，我基本上录了有个十几天，白天晚上，每天晚上录到这个3点多，差不多。我觉得我是作为一个石城人，我首先特别想把我的家乡的这个美展现给大家面前。嗯，当然我们石盒子的宣传片也有很多，可是沙画方面的这样的宣传片却没有。嗯，可我自己刚好我就比较喜欢啊，我就想为我们家乡画一个这样子的宣传片。我的作品呢，我希望能够传达一种这个信息，不管是宣传我们的这个美丽的城市也好，还是就是说表现我们新疆的一些特有的题材也好，我只是想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情，把它做到极致。